上集主持人小萌在西农葡萄酒学院的三节课上选出四名同学组成 AB 两队，同时 A 队 B 队也在规定时间内成功邀请到两位相关专业的同学前往陕西省成固县共同参与节目组的任务。那两队任务究竟完成的怎么样？哪队用时更少，效率更高呢？欢迎收看《最炫农科生之西农美酒出圈记》。成固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属秦岭南麓，拥有中国柑橘生态观光第一橘园、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午门堰、世界文化遗产张骞墓，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中国柑橘之乡的成固县已有2000多年的柑橘栽培历史。为了让柑橘产业提增效，当地政府希望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帮助，想要在柑橘产业深加工方面寻求一条破冰之路。这一集，农科生们将深入乡村，帮助乡村的同时和当地的人与事达成双向滋养，学习这里鲜活的一手知识，抱持这里以人心的温暖。哎，唐老师，我们的同学们来了。好，看到吗？同学们好。大家来到张骞故里神奇橘乡美丽的成固，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队伍再一次扩大了？有没有发现？发现了。哎，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陶永胜老师。那我们首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任务 A， 在48小时内邀请5位不同酒厂的员工参加一场乡村品酒交流会。任务 B， 在48小时内邀请5位成固县的种植柑橘的农户参加一场乡村品酒交流会，用时最短的一组获胜。最后两组协作分工举办品酒会，酒会所有内容及流程由两组同学共同完成。同学们有没有听清楚我们的规则？清楚了。好，下面请我们的陶老师给我们的两队助助力，加加油。最炫农科生，炫不炫看表现，我会在暗中观察你们的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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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准备开始了。 好，同学们，我们计时开始，准备出发。我之前和这个酒厂的那个田经理联系过了，然后这是我们成固县最大的一个酒厂，咱们可以去里面看看。那刚好咱们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找到咱们心仪的5名员工。对，是的。一会儿先把田经理邀请上。对，可以可以，是这个吧。Hello， 田经理。你好，是田经理吗？是的，你们好。你好，你好，田经理，我是那个之前联系过您的这个助力团的，我叫董迪瑶。非常欢迎同学们到我们酒厂来做客，然后咱们一会儿一边转一边聊，好不好？好，好，您来录。好嘞，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咱们酒厂的一个文化展厅一个藏酒馆，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小罐子啊，这都是我们2011年当时做这个馆的时候第一批藏的酒，可以看到上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大家看起来也是历史的这种沧桑痕迹啊。对，而且一进来就有一股很浓的酒香。是的，成固有一个叫法叫张骞故里，张骞是我们成固人。和神奇橘香，对，橘就是橘子，哎，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找的酿酒师，是我们的国家级的国酒评委啊。对，我们今天就是想请您带我们去引荐一下，看他能不能参加我们的这个品酒交流会。没问题，田经理，您必须得参加我们的交流会。好，向你们学习。那先谢谢田经理。走，可以，好的，行。因为我们成固盛产柑橘，我们自己的这个那个有机基地里面的橘子，自己种的橘子酿的酒。哦，那您不会就是说再去收一些农户的橘子啊这种？一般我们种的那个基地里面的橘子就够我们用，够了是吧？这里就是我们的国酒车间，找我们的酿酒师，咱们几个人一会儿再见，好不好？好，我们坐在这里，好嘞。那我们就进去找了。好，OK， 好，走吧，那咱们进去吃。好的。我们听了田经理的介绍，然后让我们来找您再了解相关的情况。咱们这是一般就是成固柑橘，就是收之前有个标准，糖度啊、酸度啊符合，让这个标准的这个柑橘原果嘛。原果把皮剥了，皮剥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压榨机，这个罐子呢是搅拌的，进行那个一个 pH 值啊，酸度就是发酵条件的调节，把这个罐集中在这
20吨这个大罐，一般这个跟葡萄酒工艺差不多，要倒罐要倒上两三次。对，我们发现了，您刚说的那个工艺跟我们做葡萄酒的工艺其实差不多，对，倒罐呀，对对，然后测那些指标。对，咱们只要是倒罐的目的，只要是澄清吧。橘子酒现在在酒类是最不好做的。那么它跟这个其他的果酒相比，它的难点在于哪里？哎呀，难点就是保留香气，口感方面，什么品种能做橘子酒？什么能做好橘子酒？这只是一个一个筛查嘛，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会带一点点苦的那种感觉。好像我没有喝出来橘子的味儿。回味就有一种橘香。橘香，你不能说是你只有橘味，那成果汁了。是橘子的那个味道。那咱们酒也喝了，刚刚您提到那个研发中心，不行，我们去那边看看。行，那走吧。A 队找人有方法有策略，很快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酿酒师。书记办公室应该就在这个服务中心里面。走，过去看看。哦，那哦，就在这。走。你好，哎，你好，请问您是国家山村的书记吗？哎，是的。你好，我们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学生，我们是参加《最炫农科生》的节目，想找您了解一下咱们这边橘子种植的状况。啊，好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听说这个关山村的这个柑橘很有特色，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们国家山，全村有耕地，有上个3800多亩。3800这么大？3800，就各院占了有3500多亩，有200多亩的这个蜜桃，没有其他的粮食作物。那咱这个橘子采下来之后是怎么去销售呢？这个橘子销售的渠道，我们村上有合作社，农户把橘子都采完以后送到合作社去。我们是一村一品示范村。哇，你这好多奖状呀！我们这个一品都是举杆。书记，其实是我们今天来还有个任务，这两天有一个品酒交流会，我们想问您能不能帮助我们一下，我们需要找几个大叔去参加我们的那个品酒交流会。可以啊。可以。谢谢你。可以的，带你们去把我们老子叔认识一下。好呀。郭家山村这个种植柑橘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它到现在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对，2016年到1999年3年大旱，我们这地方水利条件不太好，种水稻都干死了，没有收益。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引导农民种橘柑，直到现在呢，我们每家每户的主要经济来源全是橘柑。一亩地大概能收入多少了？一亩地6到8千斤产量，产值呢一般都是6到8千块钱的。咱这边这个柑橘品种哈，是都是一个品种还是有多个品种？现在主要是早熟跟中熟，晚熟少。晚熟是它这个市场价格行情不好，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晚熟是品种的质量不好，价格也不好。我们这地方是中国橘柑种植最北边的一个边缘地区。对，一下雪全部烂了。咱们不是有句话叫橘生华南为橘，生于华北为枳吗？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做葡萄酒的，做葡萄的也会很多人去研究这个冷害，就是希望能让这个植物的抗性更好，更适应于在这个环境中生长。对，也是有利于提高果实的产量和品质。书记，这个记录表平时都是您自己做的吗？都是我自己做的。细心的 B 组同学发现老书记不太擅长电脑，于是主动提出帮老书记做生产记录。可以，好嘞。那我们下班了，咱们请同学们到我们家里去坐一坐，看一下。好嘞。书记，这个柑橘的这个含酸量高不高？它这个成熟？含酸量不高，主要是含糖量。橘柑的含糖量达到10到12，最高13。哦，已经很甜了。可以了，很甜了。它这个橘子体积大吧？大，就像葡萄那么小，才200，一二百。一二百那是
那是果汁含量，又不是。哦，对，我忘了啊，不好意思。这到我们家小院，咱们转一转，聊一聊。嗯，好。嗯，挺好吃的。酸酸甜甜。嗯。那在这个橘子产业上，您有什么就是比较难忘记的事儿吗？推广一般群众都能接受，但是也有不接受的。种了橘子没了粮食吃咋办？国家给补助钱，村上给补助钱，把橘子树苗给他采购回来，这个他都看出了效果，确实要种柑橘才能致富。种植大户大概咱这边有几家了？光靠橘干收入在30万以上的，在20户以上。哇，好厉害！有2/3的户都是在10万元左右，一年这正常的都在10万元左右。10万元已经挺好的了。说我们这两天有一个品酒交流会，想给您正式的发一个邀请卡。好，可以。希望您能参加我们的，多多支持给我们。行，可以。哦，我还听您说了，咱们这边有好多种植的人家，能不能推荐一下？推荐一下。可以，给你介绍。好呀，好呀。好，好，行。我们去找一下，等着是走着。咱们这个邀请卡发的也太顺利了吧？太顺利了，必须得再要10张。行了，这个事咱们之后再说吧。刚刚招工说这个就是研发中心，对对对，去研发中心，咱们去看看吧。走，咱们在这儿就挨个办公室发，每个办公室发2张。OK OK， 好的，咱们从第一个办公室开始啊。品质部，品质部。哎，你好。老师你好，哎，你好你好，咱们是葡萄酒学院的，是不是？葡萄酒学院的。对，那您看，我们想在这边再看一看，参观一下。行吧，走，我那您带我们参观一下。走。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理化分析室。嗯。啊，生产果酒的时候，就是要做果酒的酒度啊、糖度啊、酸度啊。嗯，基本的理化指标。还有基本的理化，肝清除沃呀、啊、二氧化硫啊、这些东西。嗯。啊，所以我们对果酒这方面要求还是很严的。张经理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来还带着一个任务来的，我们呢在举办一次品酒交流会，然后想邀请您还有我们一起对到现场，能不能参加一下我们的交流会？可以可以。那我为您送上我们的邀请卡，给您一张邀请卡。可以，没问题。好，好，好，一进过来，一进来。哎呀，没想到咱们的任务完成的这么快啊！太轻松了。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了。想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现在在录制一档节目。大家怎么都跑了？哎，大家不要走呀！别走，我们8点才的。哦，你们到时候才下班？这才叫饭吃完还要去上班。哎呀，那太可惜了。下次如果有机会，要邀请你们一起跟我们来交流交流。好的，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打扰你们了。好，你们辛苦了。好，那走吧。那走吧，咱们在其他地方看看。把咱们全给拒绝了，哎呀，那时候就惊呆了，因为刚一进去正准备开口，一说话人全没了，就跟那个撤离一样，迅速全都带着自己的碗立刻就跑了，然后就惊了。不在吗？坏了，咱们刚刚也没想着留他一个电话。对，我问一下那个啥，钱经理，我问找钱经理呢。哦，来了来了来了，这打扰您了。哈喽，田经理，你找的好苦啊！我们现在呢，就是想郑重的邀请一下您和您妻子，能不能参加一下我们的品酒交流会？可以的，可以，非常荣幸啊！对，一定要来，经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事儿要麻烦您，刚刚也品鉴咱们这边的一些橘子酒啊，特别有独到的风味。我们想能不能从咱们这儿也带一些酒过去，然后我们品鉴一下。对，没问题，到时候我们带着酒过去啊，一块去品鉴。嗯，我们想的是就在这块，我们要把酒都带走，因为我们要提前去布置一些场地。我去库房里面去。那我们在这等您。等我一会儿。可以，好的，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您。哈喽，两位小姐姐。美丽的小姐姐们。两位小姐姐能不能参加我们的交流会？可以。好。啊，好好好好，那我们送上我们的邀请卡，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哎呀，咱们现在也获得了一箱酒了，对，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走吧，咱们去给陶老师汇报一下咱们的情况。
我偷偷的看你们了，你不要，你们也不知道，我跟你说，你们暗中观察。我们主题，我们要邀请五名酒厂员工，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圆满完成，超额完成任务。对，这个地方他说很神奇，原本是按理来说不是一个种橘子的好地方，但所以他们还叫神奇之乡，他们是神奇橘乡，神奇橘乡，对，种柑橘的。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查一下资料，看看是什么地理的特殊的风貌啊，还有什么气候的风貌，让他们这儿种的特别好。他说比南方那边更适合来做酒。对，听思月你讲的很好。吃的柑橘和做酒的柑橘，它的糖酸比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酿酒葡萄和这个鲜食葡萄一样的，所以这方面也要有切入点。在你们在组织啊，我再提个建议啊，你们都是科班出身的，我们最炫的农科生。我们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你们今天的表现也比较踏实，很多东西啊推进的比较好，给你们开个小小灶。成本核算，是吧？你们多考虑机器折旧费，还有这个员工的工资，是吧？最后你到底还有这个税收，你到底卖多少钱才能够包住成本？这是有讲究的，好不好？好的，好的。这些都是一些基础数据啊。澄清的时候可以时间再久一点，行，或者你们下焦吗？或者你，哇，太想说了，对了，哎，你好，跟我说，这是水果呀，弄得很忙。哇、哦，好高大呀，我们。我是金刚。哇，哎，跟我三个拍一下吧。你拍。眼看着天黑了，毕队在不紧不慢地逛村子。今天的和陶老师的小节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可在暗中观察你们的啊啊！我也调研了一些数据啊。这个亩产量呢，大概平均是多少？这些都是一些基础数据啊。亩产量是6000到8000斤一亩，收入的话可能差不多一亩地在4000到5000。4000到5000啊？对。所以大概我们刨去这个肥料、农药、人工，大概就是不到3000块钱一亩田，所以我们还能挣个5000块钱左右。乡村振兴啊，对于我们农科生来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战场，好吧？多考虑我们的产业，看能不能往深加工方向发展。果酒或者是罐头。果酒、罐头、果汁是吧？果汁，对啊。我建议啊，如果可以的话啊，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农户的这个生活。是吧？实际的到这个这边，我觉得是更好的。好。哎，你好，跟我说，我是那个啥，是那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想过去您那儿调研一下柑橘这块产业情况。对对对，您这会儿方便不？方便。村委会开呢。哦。村委会前面好。行，那我们过去，谢谢啊，好，拜拜，一会儿见，好。走。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你干嘛开的？比较可爱，我们在一起，三个在一起就是三个小活宝那种感觉。可能方式不一样吧，就是我可能比较直接一点，他们就是相对比较幽默一些。这是郭叔家吧？郭叔，郭叔你好。你好，我们是刚刚给您打电话的，我们是新农的学生。欢迎。下午的时候，老书记跟我们说，就是您这边种植的特别好。对，对，这个村子还挺大的，然后有好多好多种植柑橘的地方。我们逛着逛着，天就黑了。对，我们回不去了。就是想问一下，您这边晚上能方便让我们住一下吗？方便，可以是吗？谢谢。我们这么白住的，对，我们想好了，我们可以帮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到时候您监工就行。没事，凑合一晚吧。明天5点就起来了，弟弟干一些农活。那你之前干过农活？当然没有，怎么可能呀？我下地可能就是在学校里种葡萄的时候去参观一下，然后也不是参观，就是能做一些剪枝呀那些的。小事情，除草没有干过。我们答应了郭叔，一早要去给他在地里面帮忙，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很早，是太阳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大概6点钟这样就去地里面除草，然后再看看郭叔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先去帮忙。走，咱们共聚了，上地里干活。好。这个要拿上吗？哦，走吧。走吧。走。看你打的我。没得抖呀。没身上，师兄。走。不是说地里远吗？不远。不远。嗯。像俺们这个地方种庄稼了，缺水，早晚温差，最低有四度的温差。嗯。那边橘子最晚可卖到俄罗斯橘子。对，咱这边全部都是这个露天的，没有，有没有那个带设施的？没有，那个这成本太高。哦，啊，咱们就可以进地。到了。来。哦，这还有防蚊的那个球球。长得好可怕。哦，怕在上面产卵。嗯，就是。哦。就是建个是绿色的，像这种草就要除掉是吧？就这种草。哦，对呀，挖田拉场。啊，所以它这个效果就比较好的。你就这样铲一个满，这一个效果不行。但有些草的根挖不断，没除掉。哦，是个绿色的感觉。橘子都自然落果，在肩上。这是中药。哦，这是中药也可以搞香精，这个用途挺大。好，收购的话呢，就是8块钱一斤。这么贵。哦，除草的时候看到落果就往那个中间行间扒一扒，除完草再统一剪就方便了。对对对对。哎，这有个草。哎，我打到我了。那你我说这上见草就除。哇，真的，一拉它就出来了。对，一拉就出来了。啊，这边草多。对，这边还有一些。哎，叔，您看我这边除的咋样？符合要求不？好，田师兄需要表扬。这地儿可以，还可以啊。哦，找个有草的地方吧。我们拿了那么多筐子，能装满吗？差不多。差不多，我要装满3个筐吗？您那边落果多不多？有。多。我这落果不多。哎，我这有个小落果。是我锄的太不仔细了吗？我来捡果子了。5颗果子。可真多。我们去那边再捡。哇，这个大树掉了好多的果子。那要是还有个落果，我开始喘气了。我要先把这捡了，收获满满。好，田师兄。哎，夹不打不上。哇，挺多了。匍匐前行摘的。我刚才我都放兜里了，我没带那个筐。哦，挖种跟我种小鸡。啊。这才几笔了以后。头一个。这有手就行吧。在 B 组体验乡村生活的同时， A 组已经提前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上元关镇的蓝莓种植基地。咱基地现在大概有多少亩呀？现在我们种植面积是500多亩，现在我们是也是打造一个1、2、3产的一个循环嘛。啊，种植有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园子，第二加工的话我们现在也在做2期的一个深加工项目，3期的话我们也是想借助咱双元湾古镇这个景点嘛，就是刚好打到我们这个第3产旅游观光。咱现在这个车间是一个育种车间，我们蓝莓采摘进来之后就是通过5度直流空气这样快速育种，把果心温度降到5度左右。啊，这块就是5度。对啊，然后我们就进到这个原料库。原料库的话主要是暂存，就是把我们采摘蓝莓呀，就是把整体的温度再进一步降到2到5度，我们还上了2条加工线。一般的话，我们是需要在8到12度，就是完成一个蓝莓的一个分选、加工、装盒的过程。啊，这是什么罐子？这个就是酿酒用的，我们就是打造一个古法酿酒方式。是自然发酵吗？自然发酵。自然发酵。这个人工相当于人工压榨。对对对对。这个是蓝莓，是冷冻的是吧？冷冻之后把它清洗，然后再打碎。那我们能不能帮忙打碎一下？来，后期的话，后期肯定会引入压榨机啥的。对，后期我们就把所有的流水线都要上上，这样的话，因为这样效率还是低。对，那师兄咱们俩来参与一下，低压记录一下。好。他们两
个是葡萄酒专业的。葡萄酒专业的，对对对，那刚好，所以说，所以对这个蓝莓酒也非常感兴趣。这个工艺是不是现在还处于这个研究和研发阶段？对，也是完善阶段啊。就是我们在做葡萄酒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葡萄洗，提前洗一遍，因为上面有很多自然酵母。对呀。帮助发酵啊，咱们这个不太，对，我们是先清洗一遍，然后把一些杂质剔除一下，是这样的啊，对。哎，对了，就是咱们这个做酒的和咱们鲜食的这个品种一样不一样？品种是一样的，品种是一样的啊，对。但是做酒的话，一般就是可能搜一些小瑕疵，就这样的话用来做果酒，啊，主要的还是以鲜食为主。那个糖是什么时候加的？糖是马上把这稍微倒完放在上面就行了。一斤蓝莓是三斤冰糖的。十斤蓝莓。哎，那为啥用这种糖呢？没有用那种白砂糖？用这个的话，它更纯一些。这样的话，纯一些。对，更纯一些。完了，盖上。大的一盖上，大的一封存就行。这就分60天到90天左右，是吧？对对对。蓝莓酒啊，现在是刚发酵好，咱们还要等待60天时间才能开坛。现在的话，我们先品尝一下我们已经酿好的，也品尝一下，行吗？我感觉这个澄清度还可以再往提高一些，是吧？在那个桶里面再澄清的时候，可以时间再久一点。行，或者你们下胶吗？或者怎么？啊，有这种程序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所以以后的话，也可以刚好你们也来帮着我们再完善一下这个工作流程，是吧？以后加强合作。对呀，加强合作。走，咱们去把师傅邀请一下。王经理，我们要办一次品酒交流会，想邀请您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品鉴一下酒。可以可以可以。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这是我们的邀请卡，到时候我们等待您的到来。柑橘地里除完草后是早上7点，勤劳的 B 队的同学们又开始忙活起来了。这个太像蛇了，这么粗，这个夸张了，属于。天哪！摇花手，摇断了都快，算了。我现在看豆角，我有阴影了。不是，就那个粗的像蛇一点。细心的同学们发现，在村子里，家家户户为了储存蔬菜，都会在自家院内晾晒新鲜采摘的豆角。晾晒结束 ，B 组同学在郭婶的耐心指导下，还亲手学习制作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澄固面皮。打米浆、生火、捣蒜、蒸面皮儿，将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有模有样。来试一试。来了，请部长，站长，站长，站长。啊，最后一张了。哇，陶老师，我们面皮做好了。哎呀，我来看看瞧。哎呀，大叔大婶你们好。哎，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对，我们忙活了一上午。我切的。人家说陕西的米皮属汉中。汉中的米皮陈固最有名，是吧？是不是陈固？哎呦，过来，我尝一点就行了。尝一点就行了。大叔大婶，你们先来。好，好。你们这个早晨5点钟就起来了。对呀、啊，我们今天还给日出拍照了。还给日出拍照了。哎呀，体验了一下农家生活，还挺好。对，我们昨天在这看星星，看可美了。这个村子也很美，这个生态也挺好，是吧？嗯，哎，我们还有，就这个味道，就这个味道。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个品酒交流会？有兴趣。有兴趣，谢谢郭叔。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任务就是很顺利啊，就给您和郭婶一人一张邀请卡。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早晨日出而作啊，这个太阳日出三竿了，咱回来做面皮，来尝尝这个美食。这个日子过得真是还可以啊。你再来点这个蒸熟，感觉你那个有点干。哦，嗯，很棒很棒，稍微有点烫。来，再给你弄两个夹住，就肉夹馍一下，夹住吃。你看，真会吃啊，酱夹馍还热乎着。啊，来、哎、呀、怎么样？口感怎么样？好吃啊。啊，好吃。咱们用纯蓝莓制作的，然后里边就加了一些柠檬，啊，柠檬，所以说刚好就是
有蓝莓的浓香味之后，还稍微带点酸酸的味道，这样的话。品尝过新鲜竹的蓝莓酱 ，A 组队员在完成任务的途中还解锁了一项新技能。看看，哎，嫁接，哎，这是猕猴桃，跟猕猴桃嫁接还是跟其他东西嫁接呢？什么品种和什么品种？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您是技术工是吧？其实我们去年搞过嫁接葡萄那个，我们把那个赤霞珠嫁接到那个榛木上，是吧？啊，我们是去年的话做了一个那个嫁接。那师傅，我看你们弄一个，一样是不是？就是先削开一点，然后把那个的那个融合在一起，把它缠到，是这回是吧？就是。葡萄嫁接基本差不多。对。这个成活率多高呀？这90%了呢。90%。这么高。因为它是舌结嘛。什么结？舌结，舌结就是它俩都是跟舌头一样嘛，是对在一起这种。一二三，这样。再削一个，再削，一二三，削不削？还不行，还不行，再多削点，大气一点，师傅。要削多了。啊，削这么多？先这块位置缠一下啊，对。啊，对对对。他要把上面弄的小，上面弄的细一点，是吧？啊。哇，您这个太熟练了。Cool。一二。哎，削不动。一二。我只能左手，我不会右手。你看师傅左的，是不是这个？这样可以吗？有点太薄了，一会儿剪没了。啊，对，人家还可以再修剪。再削再剪。你看，为啥我削不动呢？哇！让我们再削一个，让我也削一个。小心点，小心手，刀缠着了。不要那样锯，应该是一下就。就一下吧。锯的话，它那个切口就不平了。小心手。哎，他怎么做到的？你不管它颜色跟那个结穗大小，一磅个皮要对好，皮一定要对好，是吧？皮一定要对好，这样它伤口就愈合，长得就很好一点，是吧？品了蓝莓酒，解锁了新技能 ，A 组队员能否得到观察导师的认可呢？跟咱们葡萄是不一样的，咱们葡萄采回来之后是一般是不洗的，他们蓝莓要。清洗一遍再去酿造，这些工艺方面他们其实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我希望你们大家呢，在下来的情况下呢，再总结一下它这个蓝莓在酿酒过程当中它有哪些技术的困难要突破，蓝莓酒的颜色它怎么来护色，蓝莓的药用性成分都是它的花色苷，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蓝莓贮藏期间它的这些稳定性怎么来做，就你不是看到有个沉淀了吗？对，这个稳定性是它这里面的多酚物质，你包括它的这个花色苷。第三个，如果能设计一下的话，就看看小蔡做酒过程当中，它产品设计怎么来设计，酒度啊、残糖啊、含酸量啊，就这些指标我们怎么来设计，是吧？你们多考虑呗，好吧？行吧。时间不多了 ，B 组需要用更短的时间邀请到更多的农户才能完成任务。你都出来画画。拐去，好，都在这村上拐去，咱们一个远枪。谢谢谢谢。这样的。对呀。可以吧，拐进去吧。包车了，包车。师兄，你这车真的开得很不错。走啊。去家去吗？去家吗？音乐吗？你好，我们这两天有一个品酒交流会，想问问您可不可以参加？忙的很。忙得很。忙的很。哦，对对对。因为农民又种的又是江都。据说这项又是，下秋的时间。哦，对对对，时间不足。您知道，就是剩下这几个人在家的。刘俊涛、刘子立、刘子立在南边，南边那是北边。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叔。我们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学生，然后现在在参加最炫农科生的任务。时间紧迫，但 B 组的同学们仍头顶烈日，脚踏三轮车，坚持着完成了在刘家营村的任务。啊，走走走，完成了完成了，我们肯定能走了，叔。谢谢叔，拜拜。大中午11-12点的那会儿，骑个三轮车顶着大太阳，对吧？还没有涂防晒霜，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确实很夸张。见这个天气，冲呀！还有就是感觉他们那儿的人口虽然多，但是好像跟郭家山村比，他们的种植面积并没有没有那么大。对，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郭家山村他们会把
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在柑橘种植上，那刘家营村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去多方面的去支持自己村的发展。咱们农科村要想做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在哪些发力点，哪些注意点，是吧？是的，啊，其实这个耕地面积没有国家三村的这个大，嗯，国家少了1000亩呢，少带不少，少1000亩，嗯，咱们刘家营村是多少？没到2000了。对，没到2000，对，没到2000，1700多亩，是的，你们这个看来观察很仔细，再把这个数据好好的再整理整理，我们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报告，是吧？自己好好想一想，嗯，挺好的，放松心情的一个小游戏。在这里举办乡村品酒交流会，都是一斤半的，喝绝对是够喝啊，在家一般都喝的。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 AB 两队经过48小时的走访调研，酒厂、农户两条线路的任务时间已经结束。然而在进入最终的乡村品酒会之前，两队又接到了一个有趣的任务。来，我们尝一尝，尝一尝里面的莲子。能吃，能吃，能吃，剥一个。可以。有点像核桃，那个青核桃。嗯，清清香香的。嗯，好甜。好甜，好甜，真好甜。好。很香，很香。我们这个莲子也吃了。嗯。关键的问题要来了。好。任务完成了怎么样？非常好。很好。超额完成。超额完成。嗯。OK， 那看来我们的品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是不是？对。在品酒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和大家来一个放松心情的一个小游戏。河源挖宝游戏规则：千亩河源里藏着8瓶不同类型的酒，其中有4瓶是莲子酒。在30分钟内，如果 AB 两队没找到一瓶莲子酒，该队总用时则相应减去30分钟。找到橘子酒、蓝莓酒可带入品酒会使用，但总用时不减。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去找。好，好，现在准备。开始！哎呦我天，这么快吗？这么快吗？这么快吗？呀，这真大呀！你说它会藏在哪儿呢？迪奥姐，这可以在这边看看，我们在这边看看，咱们分头看看。你们看这边，我看这边。好。他们说很不好找，我不信。那你找到一瓶来看看。哎，哎，这不是有个盆儿？哎，找到一个，找到一个。哎，这有个盆儿。这有一个，这么快吗？我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牛牛牛！好了好了好了，咱慢慢找吧。还有嘞，咱们再找吧。真的有吗？我不相信。这块应该没有，这块比较高，我觉得也没有，不好放。这块没有什么。如果放到水里边，下不去够都不好够。慢慢找，慢慢找。那咱们分头行动。好，我们俩走这边，然后你在其他地方看一看。行，那就顺着这条路找呗。你们有找到吗？找到一瓶，找了一瓶。哇，这么快！刚出发就找到了，太棒了。这太快。对，我感觉这块可能会藏。小心，小心！哎，哇，师兄你好棒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找到一瓶了。啊，那我们往这边吧，我们三个人还是一起吧。等会，等会，蓝莓酒，这是我们的。哇，你！我看到这标子翘起来了，我以为是个牛啊，扔的垃圾品。我找到了蓝莓酒。给你贿赂一颗莲子。告诉我吧，不能告诉我。告诉我吧，那现在已经找到3瓶了，还有5瓶。那这个地方应该不会再藏了吧？也不好说，它这边好，这边确实比刚才地形有利。我看这边，这怎么啊？原来又一瓶啊！哇，莲子酒，我们今天赚了呀！啊，再，让我细细的翻找一下。丁思源那边我们找过了，好像没有。不过你们再看看也行。桥下面没有，我们找到3瓶了。你们找到3瓶？对啊。可以。不是。你们找了几瓶呀？就咱们那一瓶。就那一瓶。啊。他们找了3瓶，是我眼神不好还是？啊，这儿有一瓶。第一瓶，这什么酒？金色橘，
这叫什么？这叫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都走里面，哎，我走外面。哎，怎么回事？哎，优秀的人总是这么优秀，连续获得两瓶，一下找两瓶。你说他们一个包里会背两瓶这么多吗？几瓶？两瓶。哇，你太厉害了！但咱们才三瓶。他们也三瓶。有，来来来来，不可能抢！你这样，你这样，姐姐跟你说，哎，来，我跟你拧上，我给你拧上，我给你拧紧，哎，快走，快吧，我没找他，哎，行行行，不玩了，不玩了，你在哪呀？你就伸手。在哪呀？你就伸手！哎！来来来来，请我们那个摄像老师给个特写，这个脚，裤子都湿了吧？师兄也是出淤泥而不染啊，出淤泥而不染，半个身子都进去了，染了染了。那就是说我们的 A 队是找到了五瓶，莲子酒是两瓶是不是啊？对，莲子酒是两瓶，我们 B 队 ，B 队是找到了三瓶酒，但莲子酒也是两瓶。那么我们 A 队和 B 队看来是一样的，旗鼓相当。你们听清吗？你们没听清吗？这马上就要开品酒会了，我们是不是把地点定一下？哦，对对对，我们拍了，我们拍了一个地方不错。我们也拍。两队经过一番商讨，决定把品酒会定在刘家营村的一个农舍来举办。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品酒交流会。大家快请坐，开始坐吧。各位成沽县的朋友、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相聚一堂，在这里举办乡村品酒交流会，大家可以一边品尝一边交流一下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成沽县要不要做适合年轻人的低度果酒。大家现在手上呢会拿到一个我们橘子的落果，我们接下来会用它进行一个投票。这个度数高，这个度数高，真的吗？最感觉好的拿哪个？这你冰镇一下，冰过。像我们80后喝酒，其实白酒喝的也多，然后果酒也喝过一些。其实我觉得现在低度的这种果酒其实是一个大趋势。今天喝的这些酒，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成沽人还是很朴实的。我们的酒你看都是瓶子比较大，都是一斤半的，喝绝对是够喝啊。年轻人他其实不一定喝那么大瓶酒，可以有一些100毫升，两三百毫升的小瓶装，对，小瓶装小酒，包括易拉罐的。我们少喝酒，喝好酒。喝纯粮酿造酒，喝真正的水果酿造酒。好，说得好。给我找一位小姐姐跟我们交流一下。年轻人的话，我觉得酒的话应该就是生活的一个调味品嘛。平时在家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再来一杯果酒，相当惬意。我觉得今天喝了一杯，就是这个橘子酒，因为我自己也是成沽人，特别喜欢吃橘子，然后这个橘子酿成的酒，我觉得就是另一种橘子的升华吧，就是我很喜欢橘子酒。爱欢酒，但是俺喝的咱们是高度的，能放松，能把疲劳减少。总的来说，现在就是我看大家都是以半钱和钱行为主，带着钱大家都说好喝，钱加进去，把所有的就是杂味了。全都掩盖住了，你们都喝不出来。那我们这一次来到成沽县，通过我们的走访，我们还了解到，这个成沽县是咱们中国种植柑橘最北部的地方。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柑橘的植株会受到冷害，在来年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柑橘的质量。那我们作为葡萄酒学院的学生，大家在种植方面有什么需要的话，也是可以找我们的。我们这个交流会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嘛，就希望我们在离开之后。依旧能为你们提供帮助，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然后呢，我们的投票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还记得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发的这个落果吗？不知道还在不在？
大家拿到手中的乐果，然后呢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要做低度果酒的，然后我们就投在这个是的盘子中，如果觉得不要做低度果酒的，大家投在这个否的盘子中。大家确定好自己的想法的之后，然后投下自己宝贵的一票，然后我们依次进行。投票结束了之后，我们要统计我们的分数。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带来一段精彩的表演。下面有请董迪瑶为大家带来琵琶演奏《彝族舞曲》，大家掌声欢迎。哎呦！好，这边谢谢迪瑶。谢谢农歌声越来越好。谢谢。好美啊，这个意境好美啊。同学的表演精不精彩？精彩。那我们除了表演之外，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已经进行了投票？下面我为大家宣读我们这次的投票结果。我们有18位同学、同志们还有老乡们投出了是，然后我们有2票投的是否。看来我们大多数是支持我们做一些适合年轻人的低度果酒。我们今天啊只是一个小小的投票，那我们最后呢品酒会请我们的唐永胜教授我们做一个总结发言，掌声欢迎。首先呢，非常荣幸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成固县，张千故里，然后万亩的菊园开了一个我们乡村的品酒会。我个人觉得啊，成固县的这个果酒的组呢给各位同学也是送了一份礼物，嗯，啊，礼物还有礼物吗？魏晓峰，谢谢。看看是什么？董迪瑶，谢谢。啊，是照片。杜好甜，好有，哎，这个好看，好看，这个好看。我的丑照。非常诚心，诚意哦。认识。丁思月，这是在哪？啊，西农。啊，邀请董迪瑶。看，哇，这张好，这张好，这张好漂亮。真好，这个三个人都可以，三个人都可以。这个给我们照片都看完了没有？看完了，看完了，真好看，好感动啊！回忆好多，谢谢谢谢。其实我知道，我们拍完这个节目之后呢，可能6位同学都会奔向不同的远方，比如说陈鑫可能要去留学，思月可能是继续深造，董迪瑶可能是会继续留在成固这片。